白哥哥姐姐们，今天啊下了一上午的雨哈、啊，天气特别的清爽，咱们赶海。哼，看这里发现一只，这是小鸡屎螺啊，跟猫眼螺长得特别的相似哈、啊。哼，收了。嘿，看这里又发现一只，这一只正在窝沙呢。哈，它的个头虽然比猫眼螺的小哈、啊，但是它的味道啊比猫眼螺要好吃的多啊。看，出来吧，这个也收了啊。今天可能是下雨的原因哈、啊，海边这个东西特别的多，收了带走。哎，一看这里，这个小鼓包啊，下边好像也有一只，应该是一只猫眼螺。出来，我去，嗨，这只就是猫眼螺了。把水分挤一挤，带走。最后啊，大家评论一下，这种小螺回家是炒着吃还是蒸着吃呢？知道的打在评论区。